投身懲教行業其實是一個救人的行業，看到一個人可以作出到正向轉變的話，其實是認同了自己的工作。做絲綢之路或者做教育工作，最大滿足感就是見到同學在經歷完之後，他真的跟我們的同事說，原來違法的後果是很嚴重的，千萬不要犯法了。我的工作會好像種下一粒種子一樣，第時他遇到一些兩難的抉擇的時候，他會選擇一條正確的道路。